4月28日，艺人钟嘉欣现身旺角雅兰中心，出席著名腕表品牌专门店的开幕礼。欣欣今天不仅以代言人身份参加开幕礼，更是一个怀有二胎6个月的妈妈身份出席活动。她在现场跟粉丝一起制作永生花摆设品，用作即将到来的母亲节的礼物，并以此对天下母亲表示深切的感恩之情。怀孕六个月还不停地飞来飞去的工作，大家都挺为欣欣感到心疼。可她坦言，自当妈妈后，无形中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自己。我觉得当一个人，当一个女人，当了妈妈，他们会明白，就是你一当妈妈呢，你会有一种力量是不可解释的，是一种很开心的感觉，很幸福的感觉。所以每一次出来的时候，我都好像好自在，我觉得好喜爱我的工作这样。欣欣很珍惜怀着宝宝工作的时光，但她的肚子并不像怀有6个月胎儿那般大。也许欣欣已经看出大家心里的疑虑，也就很风趣地为大家解开了其中奥秘。其实我的肚子不是你们觉得那么小的，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到我穿其他的衣服，我是很大的，但是我每一次出活动之前，他就会换了这个位置，后来就变成小的 baby。后来我的肚子就好像没有肚子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好奇怪。我都跟他说，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很懂得去做人的一个小孩子，真的要很爱他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